乾隆六下江南，哪里最好玩？绝世美人爱跳踢踏舞，吴王为她盖响机廊，古月台却百谋千计新诗殿。只要一下雨，青砖就变红砖的江南第一塔，佛陀七度生年，最幸运七成塔中塔，遭雷击还不会坏。江南攻略带你完胜乾隆，未来月台江南古镇打卡秘境。